美国官方和媒体保持了非同寻常的沉默，有关欧洲国家似乎也顾虑重重。这一切反常的举动令人更加相信北溪爆炸案异常复杂，鉴于破坏重大跨国基础设施罪行的危害性及其引发的严重后果，国际社会有权利要求对此进行彻查，